南曼机场坐飞机去普吉。晚上7点多，机场的人还真是不多。但这是2号航站楼，也是泰国国内的航班，针对泰国国内的航班人就不多。国内出发，中文字大大的。进去先做安检，安检，然后去候机室去等。这地方是第一道关。南曼机场是泰国的话比较老的机场，在这里这个候机楼呢，可以看到它的一些展览，展览了这个它的南曼机场的历史，还有一些老式的飞机模型。这里老式的一些飞机模型，这也是一个飞机模型。好了，51号大门就在这里登记，在这里等。好了，等飞机吧，待会就上飞机，扫地看。